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如果你在家踩死了一只蟑螂，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？哎，掉下来一个小黑点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小黑点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没错，这是一颗蟑螂的卵壳，在你拍下拖鞋的瞬间，它很可能并没有被拍烂，而是受到冲击力弹到某个隐蔽的角落，然后孵化出一群小蟑螂。这枚卵壳就是从刚刚拍死的这只蟑螂身体里掉出来的。我们来看看它的受损情况，外观比较完整，只磕碰到了一点点角。大家觉得这枚卵壳还能不能孵化出小蟑螂来呢？接下来我们把这枚卵壳放到盒子里保存起来。三个星期后，我们来看看这枚卵壳，好像有情况了，我们来仔细看看。哎，里面有动静了，好神奇哦。一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哇，简直不可思议，小蟑螂居然真的孵化出来了。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，见到蟑螂真的不能随便一脚就踩死。如果从它身体里掉出来的卵壳没有被完全踩烂的话，还能孵化出小蟑螂来，这将是一场灾难的开始。